你觉得在之前的旅行中，哪一天是你最开心的一天？哪一天？去游乐园那天吧。嗯。第二期那个时候，哇，好怀念哦。好玩吗？他恨死我了。有请。先把最关心的事情问完，来。来。不看了。我们先从最大的好戏开始看吧，毕竟两个人今天都在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自己现在看了这个节目吗？阿卓呢，有看吗？我第三期是跟我室友一起看的。你室友说什么？室友说，你是不是这里有问题？作为你老家的哥哥，问你一句话，你现在哥还喜欢朱菲尔啊？